宽的话呢，左右应该看一两次。这样看呢，代表什么？代表你关心弟兄姐妹，你是向着会众、向着弟兄姐妹去讲道，眼睛注视着会众，有好处的。一方面帮助你了解。In times when there were few options for entertainment.Lots of stories are morally instructive, which encourages good deeds and kindness, guiding the audience to the right path and preventing evil. It was also once a popular practice to invite shadow puppeteers to perform at rural marriage ceremonies, funerals, and banquets. 都会请那个演戏艺人去给演戏。In Mao Zhongbo's hometown i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Shadow plays we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folk arts. Yet, love 您的歌曲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五六九六3529356357和358，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参加直播广播。如果您想要收听我们一整天的节目或者是随机的话，那么欢迎您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苹果 App， 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尽快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做出回应。声明说，俄总统普京在去年12月就向美方发出了不设任何前提条件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倡议，希望美方尽快做出相关回应。阿富汗当地媒体八号报道，阿政府当天释放了首批1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援引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声明说，1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八号被阿政府释放，这标志着阿富汗政府释放5000名塔利班在押人员的计划开始启动。身后是整个国家拥有这个我可以上去怀揣梦想高原退火。我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青春热血百炼成钢。为大家安排的国防资讯，你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还可登录中国西南国防教育网。稍后让我们一同关注真理人生栏目。世风沐雨，铁骨铮铮，戍边卫国，砥柱中流，真理人生展示军人的别样风采。在火神山医院感染3科二病区，护士长张瑶总有办法把最贴心的服务带给患者。身为心理学博士，付出一世宝贝，尴尬的笑一笑掩饰狼狈，天答应一声大笑。
笑着遮住嘴唇。如果说一个人只需要一个人等，期待的不叫做现在人的爱过的自过的吐过的笑过的书法呀，我老举书法，因为我写字写了50-80字了，现在。当然，举这个书法绘画是一样的。书法你要就练的是基础的，是肩架结构、字形，是吧？然后你得博采众长，各个门派都是学，最后。小黄鸟打断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老师，你就是我的学生。啊，洛克可争不过这只小黄鸟。小黄鸟得意地说，看到我挂在树上的这块小黑板了吗？哦，是的，我看见了。洛克点点头，可是我不认识上面的字。不认识吗？太棒了，欢迎你。书法家要到这个高度才能成为书法家，因为他有个性，但是基础是一样的，都得打地基。不管鸟巢也好，天安门也好，你说是多大高楼也好，说100几层，咱们就推说你我才去。你说这点真是头嘴讲这句忙做错了。你要问过他春天去洗着他爹他他洗杯解脱解脱脱解脱休息起。我是张一飞，我邀请你收听那些年。历史不是镜子，历史只是玻璃，我们希望为你把玻璃磨成镜子。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那些年，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元末创业史。今天我们来讲陈友谅团队啊，朱元璋最危险的对手究竟输在哪里。刚刚讲了第一点，他是杀了不该杀的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点，信了不该信的人。陈友谅杀了原来天完政权的皇帝徐寿辉之后呢，他就称了帝了。称了皇帝之后，他进占了江西湖广之地啊，自己觉得兵力强大，打算向东攻取应天，消灭第一个竞争对手朱元璋。这个时候的朱元璋，上游有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东南有方国珍，南面有陈友定。这个陈友定不是。